Bye, you're recording me? Yeah. Goodbye. See you next week. Yeah. At the Big Apple. Yeah. Where are you bad at? Bad at 几次 ？Bad at 到几点了？还要皮这么皮话？都比饭吧、采访一下好吧，通过这次坐飞机的我们学习到了什么？不能买廉价。第二呢？就算买廉价后也不能称这个精神好。金盛航空在这里一到十分，你给他打一个分。一到十分。对。零分。零分。那如果零到十分呢？零分。没有负分嘛？滚出选项。没有。零分就是不可能选择的选项。这是我这辈子坐过最烂的航空公司，因为它又 delay 了。